我们先来讲依附理论哈，那这个是关系理论中哈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哈。那依附呢是一种深度且持久的情感连结哈，依附让一个人呢跨越时间与空间哈，去跟另外一个人连结哈。那儿童的依附呢是用儿童的特定行为哈，比如说他在沮丧或受到威胁时的时候寻求与依附对象的接近来定义哈。那这个依附理论呢是一种心理学演化和动物行为学的理论哈，旨在探讨人际关系有两个或多个个体间的那个感情的连接或情感的连接哈。那依附理论最重要的原则是呢，幼童因为社会与情感发展需求至少与一名主要照顾者发展出亲近关系哈。其实曾经有一个研究发现哈，就在一个那个好像孤儿院里头哈，那有一些 baby 哈，然后他们发现说这些小孩哈，就是说死亡率很高，但是有一个 baby 呢，有一个位置的 baby 呢却是存活率很高。后来他们就去发现哈，这是因为那个护士哈，有一个不他们那个照顾的人哈，每一次他在离开的时候呢，都会把那个靠近门口的那个 baby 呢抱起来，这样子抱一抱哈。然后呢，结果呢，这样子因为这样子跟这个人的这种 attach 哈，使得那个 baby 的，就是在那个床位的 baby 的存活率哈就比较高。他们也做类似的实验，在那个猩猩哈，就是那小母猩猩跟小猩猩。离开的时候给他一个就是说一个像是有绒毛的比较像母猩猩或者是一个那小猩猩一定会去选那个有绒毛的那种哈。那我们先来讲成人依附哈，就是adult attachment。 那成人依附模式呢就表达出成人对引导亲密关系的行为哈，有一组内在的喜好哈跟偏好哈。那安全依附呢有许多的艺术，比如说在人际关系上呢能平衡独立跟亲密的关系哈。那有安全依附的人呢就能够追求最大的功能及成功哈。那依附理论呢最早是由将 Bobby 还有那个 Mary Answers 哈，从研究儿童及照顾他们的人所建立哈。那我们其实有看到其实我认得很多人哈，然后我们也临床上也是也会有看到，就是说很多人选择就是说小孩呢从小比如说送回台湾啦，送回国内啦，给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带的这种 case 哈。那等到这小孩从小就没有办法跟他的母亲，特别是母亲或者他父母哈，有一个很好的依附，然后呢那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常常有很多很多的适应的问题，然后我们特别发现在很多女孩子身上哈，他们会 develop 出我们说称为边缘性人格异常哈，就是叫做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哈。那这样子的人呢他们最怕的就是说 abandoned， 因为他们从小孩送回去给祖父母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像被父母 abandon， 然后从祖父母那边回来觉得又被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 abandon 了。那我就知道一个 case， 他那个时候呢要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跟他说，哎，你一下飞机就会看到你的父母了，结果这飞机在东京转机，那一下飞机，哎，他没有看到他父母，那小孩立刻哈就崩溃大哭。然后呢从此呢就是他后来即使到青少年就有很多的问题，他就 develop 这种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然后呢他跟父母的关系一直就是非常怎么说很 rocky， 就是很不好，然后常常就是说有的时候会讲一些话让父母气得要死啊什么这样子哈。所以就是其实不止我知道不止一个 case， 后来小孩就是develop 出这种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所以呢如果可能呢千万尽可能不要把小孩送回去，因为尽可能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说，哦，因为自己有一些个困难啊，有不得已的因素啊这些东西，可是对小孩的影响真的是蛮大的哈。然后 Cindy Hazen 还有 Philip Sheldon 呢把依附理论应用到成人关系上哈，
了解父母跟子女的依附模式呢，有助于了解有效的沟通模式。那我们现在来看依附的类型。第一种就是安全的依附，然后还有不安全的依附，焦虑矛盾型的依附，还有逃避型的依附，还有紊乱型的依附。我们会更详细的讲。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依附类型，自尊跟社交的关系。那自尊呢，基本上是对你自己的看法，可以是正向负向，就是好或者是不好。那社交呢，就是对他人的看法，可以是正向负向，好或者是不好。那如果觉得自己也好，他人也好，我好你也好，这就是一个安全的依附。如果说觉得我不好但是你好呢，这是一个焦虑矛盾型的依附。如果觉得说我好你不好呢，这种是一个逃避型的依附。如果说呢，觉得我不好你不好，这是一个紊乱型的依附。那我希望现在你们有上过我的那个沟通讲座的你们那时候有上过人际交流沟通分析的时候还有没有印象，就说讲到life position 的时候我们讲那个生命定位或生活定位的时候，这种四个状态我好你不好，我不好你好，然后我不好你不好，那最棒的就是那个我好你也好，这种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状况。那我们现在看到没有，就是说一个我好你也好，对自己的看法是我也是好的，对别人的看法是别人也是好的，这种就是一个安全的依附。一个在安全的依附的人呢，他就是比较健康的，同时呢他在各方面的发展也比较好，然后他就是说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各方面也都会比较好。好，然后所以我们就看到我自己看到这里面的时候，我也非常的excited， 很兴奋觉得说哇，这些个心理学的理论彼此都有这么棒的连结。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这个依附理论跟那个 TA 就是 transactional analysis 人际交流沟通之间的这种 link 这个四个这种生活life position 的 state 就正好对应我们这边不同类型的依附那所以呢，等到将来这个依附关系也是可以就是说应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之中，那个沟通理论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那我希望你们能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能够灵活的应用改善我们自己的这些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安全依附那幼儿呢，在陌生的情境中呢，当主要照顾者普遍是妈妈呢在身边的时候呢，可以自由的探索环境，这和陌生人互动这种自由的探索环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因为如果他没有办法自由的探索环境的话这个小孩呢他各方面 development 都会比较不好那当主要照顾者离开时呢，可能会难过哭泣，可是当主要照顾者回来时呢，小孩会很快的靠近照顾者寻求安抚那安全依附呢，有助于社会及情绪的发展，婴儿才能够适应与亲人分离自律于探索环境而发展出自我概念。我们看到这种安全的依附让这个婴儿他能够 feel 很 safe 的去探索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对他的自我发展很重要。我这个为什么没有办法OK， 好，那我们看在成人里头有一个安全依附的成人呢，情感较成熟，有弹性，对人也有信任感，很能够适度依赖，也不怕被人依赖那我们来看这个焦虑矛盾型的依附就 anxious ambivalent 非常矛盾。那幼儿呢，当主要照顾者就在身边的时候，面对探索和陌生人时依然会感到焦虑，那当照顾者离开的时候呢，小孩会非常的沮丧
可是等到照顾者回到身旁的时候呢，小孩又变得很矛盾，明明想要跟照顾者保持亲近呢，却充满愤怒。好，当照顾者开始注意到他的时候呢，又会想要反抗。那根据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呢，这种类型婴儿的母亲哈，主要照顾者的特性呢是照顾的能力很差，不懂得如何满足婴儿的需求，然后有比较不一致的行为。那在成人方面呢，我们就看到说哈，这个成人呢，他对爱非常的饥渴，很怕被抛弃，怕别人不想与他亲近。那过度敏感，很容易受伤，对亲密的对象呢，常常是爱恨交加。那别人较常抱怨是说呢，他的情感太过依赖，不给人空间。您发现有一些那种情侣哈，就是说你交朋友的时候就发现他很黏你啊，一天啊要给你几十个这种 line 啊，或者连环靠啊，要 text 你啊，要靠你啊，这种就很黏的那种哈。那还有一个逃避依附型哈，这是另一端哈，就 avoid and attachment 哈。那幼儿呢，这此类型的小孩会回避和忽视主要照顾者的存在哈，在照顾者离开或回来呢，不表现出情绪。那照顾者在时呢，不去注意；照顾者离去时呢，也不显出紧张痛苦哈。那照顾者去而复返呢，非但不高兴，反而会回避或很慢才向前迎接哈。那陌生人出现时呢，没有什么特殊反应。那小孩不会去探索环境呢，不管谁在那边，他都不去探索环境。那小孩面对对待还有对待陌生人和照顾者是一样的，不管谁在这个环境，也没有太多的愤怒。那逃避型小孩的母亲主要照顾者呢，通常是没有耐心，对婴儿不敏感，或者是表现出负面的反应，并拒绝身体接触的反应。好，那逃避依附的婴儿呢，就表现出退缩啦、孤立啦、对学习没有兴趣啦、缺乏动机呢，也可能会缺少人际关系哈。那在成人方面呢，他就过度需要掌控，他也不分享感受啊。常常有我们常常听到有，尤其是太太们哈，就 complain 说这个先生都不大分享感受的哈。那很可能是这种型的、逃避型的依附哈，那也不易信任或依赖别人哈，怕被别人依赖哈，那倾向以事物取代人际情感交流。那这些人很不喜欢去跟人打交道，但他也许非常、非常 good at 就是说做事情啊什么，就是他通常用事情跟物来取代人际情感交流。那别人较常抱怨的是呢，他太独立，不让人亲近哈。那我们来看看紊乱型依附哈。那幼儿呢，这种类型的小孩呢，没有固定连贯的反应方式，会依据环境的回应呢来表现反抗或回避。那小孩经历过受惊吓的照顾者或令人害怕的照顾者哈。那因为人际互动是不稳定的，所以导致孩子呢没有办法有一致性的反应。那面对照顾者呢，一般的小孩我们看到的照顾者所理解的自我呢是一个完整的镜子，可是紊乱型依附的小孩呢，看到的照顾者所理解的自己就好像一个破碎的镜子，这整个非常 disorganized， 就非常的混乱。好，那这个成人呢，他对爱饥渴，却是看似却很充满惧怕，也没有办法信任人，他常常会被情绪淹没哈。那他会徘徊于麻木啦、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极端逃避型哈，还有和亲密对象爱恨交加的极端焦虑矛盾型之间。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徘徊于这种哈 avoidant 跟 anxiety ambivalent， 就是说矛盾焦虑跟逃避型哈，这两个极端间哈。所以这个他整个非常混乱，他的反应完全被上当时的那种状况哈。那我们来看看两个影片哈，会让你们更清楚这个依附哈。This experiment, which I watched through a two-way mirror, is designed.